我觉得此时是非常棒的，这一波里面的不是帅哥就是美女。这个呢，今天这个呢，他又会演戏，重点来了，他有出场片。现在是歌手啦。用不同的身份，是没错，是一个歌手的身份，这是我个人首张 EP 要送给各位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这不得了，当歌手现在会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。就以前宣传戏剧的时候，就是跟伙伴们一起，大家一起，对，但是现在就完全是个人，一个人面对自己，就是非常。非常用心，你看看他的整个作品品质啊，就是 LoveX3 不一样的封面啊。对对对，有双封面，一个是拥抱郑元畅，一个是贴近郑元畅。妹妹拿到的这个呢，就有送精美的80页的。哇 ，lucky！ 送吗？对，是送的。送。而且你看这个质感是不是很棒？嗯。这敲下去都会痛，所以扎扎实，对，扎实。秀一下，这个图片在哪边拍的？全部的写真作物都是在日本。还有男的，石川你们去过吗？我也没去过，有小京都之称啊。自己啊，先讲一下，有没有喜欢女孩的教练？只要结合了林志玲跟林依晨两个人的特质，就是我喜欢的。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讲哪里找？你跟我讲哪里找得到的话，自己去暗藏。是那种人吗？当然是，对。所以他们戒指是高度也要这么高吗？外形其实不用跟他们一样，我觉得要有他们的特质，比如说孝顺，这个两个都孝顺，然后要善解人意，善解人意，温柔，体贴。哇，好欺负的标准。比较内在的，对，能软就软，硬就硬。你身上也有这样的部分？当然有啊。软硬都有，是没错。好啊，你看现在要怎么接？你看我要怎么接？说肝呐，肝有的时候喝酒会硬掉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现在喝酒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停过来。好，今天我们有很多你的粉丝啊，是主动来报名。那在见面之前还是要筛选一下。好，先来用照片筛选，要请郑元畅的抽一下其中三张，也就是没错，也就是你今天要联谊的对象。哦，想看哎，哇，这个我刚有看到，腿胯太开了吧！哇，有看到，再给你一开的，这么开，是吗？也不错，哈哈，还有，好厉害，好，再来第二位，这张啊，好，怎么样？邻家女孩，你想多少已经看到了。因为你没有藏好，你就是要这种让人若隐若现的感觉。都被看光光了。哎，我们这个真的优秀哎，真的哎，初选都已经都很厉害了。好，我们一位一位看。好，那希望你今天会有愉快的下午。好，先从第一位开始 ，Let's go。我们马上前往第一位幸运粉丝的家，她会是什么样的女生呢？好的，在这边环境清幽的一个社区。是的。里面就了不起的人物，中华台北队是圣国手，他是个体操国手，非常厉害。Chinese Taipei， 我刚不是抽到照片吗？你看，有了，就把他拿顶，对，就他了，就是他了。好的，他的名字叫做婉婷，今年24岁，身高141公分，体重43公斤，非常厉害。我告诉你说，他是国手，是中华台北，确定的吗？我确定他非常厉害，从刚刚的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体操非常强。你们呢？这是今天的第一位粉丝婉婷。婉婷的家里面客厅不但大又宽敞，收拾得相当的整齐哦。刚刚我们有听到你是中华台北队的体操选手，没有到那么好。说说你，你是哪一个项目？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当国手，厉害选手啦，对。所以你算是教练喽？
有时候讲的话或资料的话都会碰红，你真的会吗？真的会啊！现场可以示范吗？可以啊，我旁边还有一颗。有哎，我在旁边看到哎。那我们先看你，好啊，要不要移一下？这个可能要移动。我说黑人啊，不过是桌子往里面拉而已。你当你在发功啊？前台湾歌手几乎非常的柔软，看我们节目还能欣赏国家节演出，很划算吧？哇，真的是国手级的歌手，柔软度超好，柔软度还可以。应该不行，试试看。好哎，好哎。妹妹筋也软啊。对啊，我也想试试。你算是软的吗？算是胖子中的软筋。算是高个子中的软筋。四个人一起。好哎。好。耶，这个我可以。哎，这个我也可以。妹妹，你干嘛？我可以。不行，你试试。三。哇，有点硬啊。嗨。那你把脚抬起来。抬起来，我可以。哇，那可能没办法。宣传不要，就是要。脚抬起来是可以的，我也可以。哦，那有办法。痛。你很要刺哎！对啊，老刀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。哎，你脚绷了。对啊，要绷。现在感觉很兴奋。对啊。脚背很漂亮。好，这边是脚背，脚背要这样，再这样，直接压下去，来一个 U 一个弧度这样。嗯。哇！你真心啊！喜欢谁？喜欢？我以为我是甜蜜。还腿很长。可以长。对，这样看起来真的很长。好，然后手往上举。好，三吸一口气，往前，肚子要碰到脚哦。哇塞！肚子哪碰不到脚？我肚子也碰不到啊。头碰到脚。头碰。你是怎么啦？他做几个简单的动作，还频频发出怪声。你今天主持真的没问题吗？婉婷带佳佳练完柔软度之后，要切入正题了，去看看她的房间喽，里面会有什么惊人的东西呢？